常言道，神仙难断寸语，大鱼挑战，切上100颗料子。这是一块黄皮磨完机，皮壳非常老，但是打灯没有一点表现，这种料子挑战性非常强，要么一刀穷，要么一刀富。 OK， 咱们不讲故事，不吹牛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现在开切。石头已经切好了，这块料子皮肉分离，吃刀非常慢，种非常老。那么什么是翡翠的种呢？种就是玉石的基础，玉石的根本，有了种，翡翠才有价值。来，咱们详细看一下这块料子，咱们先远光灯看一下，能看到这个闪闪的，这个就是苍蝇翅，有苍蝇翅呢就是翡翠的表现。但是这块料子苍蝇翅比较粗大，说明这块料子里边的肉质呢比较粗，咱们放大看一下，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结晶体。这块料子有这个底色，但是咱们这个自然光下肉质有点发灰了，通透度不够，水头不够长。这块料子大家觉得是切长了还是切垮了？每天都在实战，希望呢大家学到一些东西，因为呢每个人的钱都来得不容易，大家学一些实战经验，后边呢多积累成自己的经验，都用得上，然后少交学费。咱们就先这样吧，下期再见。